那你如果这么普通，他们叫你来干嘛？因为他们找不到人，找不到人，随便在路上找一个，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在被路上见到，就有一个导演，我那天我生日那天不在路上走路到我朋友家，到我朋友家，他就在路上说，哎。加个微信，然后就走了。第二天去面试，第三天就上了。我也还没搞清楚这到底什么。所以你，我以为一天我就回家了。Can you believe it? I believe it. 所以说，在说什么？很奇妙。我觉得他喜欢我这个人非常纯粹，我能感觉到他很喜欢我，就不管我怎么干什么，他好像都很开心。我还挺开心的，因为这种感觉很少。